使影住個招牌啦。睇到頭先嗰段片頭，一睇就知道呢度係包成 Wilkins 嘅陳列室啦。今次又上嚟搞咩啊？冇錯，呢度就係尖沙咀美麗華樓上嘅 B&W 嘅陳列室啊。聽講呢度咧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睇啦、聽啦、試啦，而且咧比舊陣時咧更加封建誘人咯。所以我咪特登嗌埋你一齊上嚟睇清楚咯。係。喂，唔使急噶，你睇落去就知噶啦。哦，你睇下先。喂，又係喎、呢邊擺得好精緻嘅嗰個示範區，除咗主場嘅 B&W Formation 系列之外，仲有其他牌子嘅衫包可以示範喎，可以聽聽喎。係啊 ，Formation 好型噶。咁但係除咗 Formation 呢個比較昂貴但係型格嘅選擇之外咧，其實仲可以聽埋 Pop Audio 同埋天龍嘅衫包俾你試，俾你揀，俾你聽嘅。系喎，都好几款喎，天龙同埋 Pop Model 嘅生巴，仲有啲咩咧？让我哋嚟呢边睇睇啦。又系喎，喂，呢边墙摆晒出嚟，嗰啲都好精彩喎。除咗一系列嘅 Definitive Technology B&W Pop Model 嘅大细书架、坐地喇叭之外，啊，仲有好多。不同型號的 Marantz 和天龍的音源、擴音機、喂，真是洗多洗少，規模大小都有得揀有得玩、是的，你喜歡聽哪套都可以。不過呢，如果你要很認真地試，那就一定要入入去這裡的兩間試音房，一間大一間小的，由入門到 High End， 由兩聲道到家庭影院的系統都有的，你聽書架喇叭啦、坐地喇叭啦、中置喇叭啦，又有超低音啦、可以聽 Dolby Atmos 的頂置聲道啦系統啦，而細房就是一個電視系統啦，咁任得你試任得你聽，可以話咧咩價位嘅由平到貴你都可以試清楚，究竟邊一套適合你嘅預算同埋適合你認為覺得好聽嘅系統嘅。喂，真係喎、真係我由卡斯加800系列到天龍或者 Marantz 配呢個比較平啲或者細啲嘅喇叭都有得玩喎。是的，尖沙咀真的整個好像不同了。是的，其實我覺得活潑了比以前。哇，這麼快就過到來中環都爹利街的 B&W 陳列室了，一進來神壇級的鸚鵡鑼 Nautilus 喇叭摆在你面前，真的非常刺激视觉啊！你过嚟睇睇呢个 formation 区啦，咁我哋可以见到啦 ，formation deal、formation bar、formation flex 一系列嘅 formation 喇叭，由两声道到5.1声道都有嘅。咁大家睇睇呢一对 formation deal， 哇，佢嘅设计绝对有800系列嘅影子，睇落咧真系好 high class 嘅。呢度都有 Pop Audio 嘅喇叭，不過始終都係 B&W 嘅主場啦，咁啊當然用以佢唔同嘅喇叭為重心啦。咁啊點都要有擴音機嘅，音源嘅，卡西、天龍、Marantz 齊曬。咁啊影音房部分啦，咁呢度咧其實比尖沙咀咧就多出一間，一共有三間影音房，任你玩任你試嘅，又係消費由入門啦到 high end 啦都有嘅。喺呢一間房咧可以玩啲坐地式嘅 Pop Audio 啊、Definitive Technology 啊嘅家庭影院系統之外咧，可以試得到咧 B&W MT60 嘅衛星喇叭啦。唔好睇佢細細只喎，細細只咧喺呢間房播出嚟咧效果一啲都唔差嘅。咁另外就係要留意 B&W 嘅 600S True 系列啦。咁我哋 HiFi 音響咁多嘅筆。者咧聽過咧都覺得呢對喇叭咧簡直超值啊！中間
呢間房咧，主要咧就係針對一班咧玩投影嘅影音發燒友啦。咁除咗可以試到 Pop Audio 嘅旗艦 L800 之外咧，仲可以試到 B&W 700S2 環繞聲系統嘅。咁喺配器方面咧，就有天龍嘅 A110 嘅110周年紀念版嘅 AV 狂音機啦。其實個 class 方面咧，享受方面咧，同隔離房咧係另一個層次嘅。係喎，睇見天龍110周年紀念版嘅 CCD 機同埋合拼機，啊，可以用嚟玩下夾下唔同大細嘅 B&W 喇叭，成件事感覺上都好精品化，都幾吸引。再過嚟 High End 房呢邊，成套卡斯嘅前後級，仲有呢個立體聲同埋 Mono Block 可以拎嚟夾拎嚟玩，成個 High End 格局，即係睇下你想夾800係邊個型號嘅啫喎。總之咧，無論你係慣常喺香港島或者九龍活動嘅人，又無論你中唔中意過海，呢兩間 B&W 嘅陳列室都應該可以方便到你，值得你上嚟去睇真試真頭先喺畫面裏面見到嘅產品。你上過嚟未？上過幾耐之前先？